Bobby， 未得骨拖。有见面来白兄，跟你讲的白贼，跟你有勇气收尾。家人类应该是把今年连爱都白付，爱都交吧。进来，到时阵再用来怀疑，伊就真正解释袂清楚。小珍来啊！哎呀，我拄只家己跳落来，应该无机会看到。伊若问起来，我是命该碎啊！啊！哎！哎呀！你脚骨敢那漏着呢？安尼袂当出来，会更加严重。无你将我拉起来，好无？外甥，我想有够伤心的啦！今仔日离婚房都已经搬一届啊，结果来才阁搬一届，一天搬两届，我真正是好佳哉有你，我真正好拄在这袂停袂动。那个再硬讲哦，我惊我叫连死。你放心啦，我袂搞的。还是讲你们相信我，都你妈相信你，安尼就好啦。因为你安全上较重要，因为你是我黄金上较重视的小姐。我一坐落来哦，就闻到芳水味啊！但你拄只搞了林家碧哦，我感觉你搞了着啊。无啦，迄生理上的朋友。顶面的胭脂是钢丝，还有这个芳水的味。那时阵无想伤济，但我这么决定，就是扶比上爱的人画相随。敢讲今仔日在饭店，我重新见面的朋友，就是扶比。其实你嘛要烦恼啦，
好卡在无去伤着面，啊那无吼，外面嘛算是咱英雄的门面嘞。邓司令，邓司令，你先生，有啥物代志要吩咐？每一个人哦，拢在咧拍拼目标个代志，而伊只是想报新来接待。本来我们是安尼想，不过即摆看起来，代志可能无遐尼简单。爸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原来伊会这么生气背后，可能是惊讲，可能是惊讲，我会拍开潘多拉的盒子。爸，你的意思是，你的意思是，你的意思要收拾啊？看来今天的人不是阿姨，还有爸，你是怕阿妈的底秘密会毁掉你所爱的人，跟你珍惜一切对吧？弄三十几年养阿母，我哪可能袂丢度啦？阿哥爸，伊命可能关系到阮妈过世的真相呢。爸爸，还是你甲锁匙给我，交我来处理。阮妈到底是受委屈，我一定查出来。好啦好啦，你先别着急。我那时还袂做决定，我叫金妹去查着我。无得个代志要转换的议题啊！我会直接跟你讲，那你我决定，不是真明显啊！爸，你若决定要走，我绝对配合你，无第二句话。吴咪啊，你这人会放水，实在有够棒的啊！咱会有一个别名的，叫做王者的像啦。这王者的形象哦，跟你这肖像的呢。有影哦，无愧我会请你介意。对啊，王者就是骄傲又个霸气。而且啊，顺傲加性，烈傲加。啊，对啊。你下昼打电话我的时阵哦，我把水管开去，因为我把你讲死啊。啊，是哦，无紧啊，只要你的心有挂电话就好啊。啊，你敢无后悔？我让你倒霉啊！啊，敢毋是就是咧处理公事？我带张信去看会馆的问题。我怕你有病想，所以不敢跟你说。你应该不会生气人啊。生气有什么用？你是替我去看中心，还是替我去看会馆？老母，你知道我对陈忠信一点都无好感，就算伊对你有温情，不过已经经过家父李某这种才艺，伊感觉以前拢同款。我你看，已经不是当初是迄个陈忠信啊！你对伊拢无好意，我实在烦恼甲要死嘞！啊！你讲了这么道理啦，以后我会注意。一切东西，是因为我想要不清楚，当初是会馆发生意外的真相。你是要搞什么真相啊？你不是拢调查过啊？伊会跑咧海，迄就是一个意外。真啊，
基本要叫你问的问。伊到今仔认为讲伊妈妈有冤屈，对不？卖讲闹啦！我才是苦主，我才是上大的受害者。好啦，你是卖激动啦。我以后不是认为讲伊妈妈有什么冤屈，伊只是想要知影讲，当初时你妈妈是什么原因要来带伊离开啊？什么原因啊？伊就是出了手了阿财的代志，伊要离开本来就是应该。安怎？还是伊认为伊妈妈是唔知影介绍、唔知影分析的人？其实我也想要知影真相，是因为我。你刚才开讲的时阵，我甲讲，当初是会馆有留一张批，是假造的。伊是听到，当然怀疑讲伊妈妈的死无单纯啊。哟，东尼，你嘛是感觉丁会馆有冤屈，所以你就找我冤，我甲楚玲有咩好起来？结果呢？你找到啥？你敢有找到原因？所以我要找电视，我要查出真相，害伊妈妈一个公道。你想我怎样？你为着这件代志，该冤屈，不必。我要是这一号。从心比心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当体谅我。我现在都爱体谅伊，我家己的心情都无法度平稳啊！我是管他要去死啊！我有跟伊讲过啊，就算伊查出真相又安怎，伊妈敢都有法度有海底白鲸，搁重新活起来？唔，伊就是故意要甲咱倒母甲两个撮脱，干那你，让伊甲你的边仔牵你行。不要。按照我讲，我是无放弃要对查真相。你是不是跟我认为我嘛是内乱的？当然。阿伯，你是有啥物事要叫我放下？当初是会馆离开，感情才跟你无关系。拄只我去跟你讲出我心内的话，你是不是会当跟我讲老实话呢？无关系，我讲得真清楚啊，安尼你听有清楚无？好，安尼我知啊，你较早休困的啊。本来要继续讲你是我的心友。遐想讲我的心病已经好一半，结果呢，妈想讲把我堵一刀。我想要到什么时阵才会当走出我？你哪会当对我这么残忍？我答应你，今仔日是最后一次，以后我袂再问你这个问题。早有困难。